对。
三名，然后第四名这个没什么悬念的，对，大家都有独家了吧？我觉得第四名是赢在他的技巧，很厉害，我真的很厉害，他是金努力会获评，你知道吗？应该是可以是冠军吧？可以啊，柔软度的部分，柔软度的部分，以表演精彩程度，你冠军，对。哦，哎呦，耶！